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参加北加宣圣会华人联合云端主日敬拜。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不要疑惑，总要信。希伯来书11章的一节这么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感谢神赐给我们美好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一起为今天主日敬拜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以至于我们能够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今天就借着这个敬拜，主你亲自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主啊，真的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牧师的信息，真的是让我们在你里边被你所更新、所锻造。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我们要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现在我们就请长经之家诗歌小组带领我们一首《天赋世界》来开始今天的主日敬拜。
我现在就把今日主日的信息交给长青之家的陈同牧师，他今天的题目是“不要疑惑，总要信”。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今天的题目是“不要疑惑，总要信”。有一位牧师的小儿子啊，他的母亲每天提醒他吃饭前要洗手，因为手上有很多的细菌。还有啊，吃饭前别忘了要向主耶稣祷告感恩呢。这个孩子听了就常常拒绝，并且抱怨地说：“细菌和耶稣，细菌和耶稣，这就是我在这个屋子里边总是听见的声音。可是我却从来都没有见过任何的一个。”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跟这个小男孩是不是很相像呢？我们是否也是会常常觉得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让人很难相信呢？今天呢，就让我们来一起看看《约翰福音》20章19到31节的这段经文，为什么耶稣要门徒们不要疑惑，总要信呢？让我们以一颗祷告的心，恳求圣灵借着以下的经文和信息来对我们的心说话。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安静来聆听这段经文的朗读。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儿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儿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啊，我的主，我的神啊。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要讲的第一点是，听见却不信，没有平安。首先，我们看到当时门徒们的状况，门徒已经有人看见了耶稣的空坟墓，也听到妇女们见到复活的主，但是他们还是不信。主不是已经曾经告诉过他们，他死后3天要复活吗？我们对耶稣说过的话，真的会相信吗？若我们对主的话心存疑惑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会有平安。
在这里十九节就讲到那日的晚上，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这个门在原文是一个复数，也就是说，所有的门都关了。门徒们是从门深锁，因为恐惧害怕。几天之前，耶稣还是一个有权柄、能医病赶鬼、赦罪教导的弥赛亚，转眼之间他就被抓、被鞭打、被羞辱、被钉死。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门徒心中所经历的那种震荡是久久都不能够平息的，内心的恐惧和对未来的担心忧虑，让他们从门深锁，心门也是紧闭的。耶稣的复活的传闻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即便是真的，以后我们的日子又要怎么过呢？门徒心中没有平安，只有感觉上的失望、失败、失魂和失落。是对跟从的主的失望，还是对自己作为门徒却气绝主而四处逃散的羞愧失败？还是前路茫茫又被恐惧、忧虑、疑惑所吞没的那种六神无主、失魂落魄呢？然而，就在门徒恐惧、忧虑的时候，主耶稣来了。他站在他们的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主就是体恤人心中软弱的，他主动来向愁苦、忧愁的人来显现，并赐下他那属天的平安。今天，当我们也有恐惧、害怕、忧愁、挂虑的时候，这位恩典怜悯人的主，他也是会来主动来寻找我们，愿意把属天的福分来赐给我们，你相信吗？弟兄姐妹，你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呢？门徒们是因为失去了所依靠的主而面临生命的患难和危险，我们呢，可能是失去我们所依靠的安全感，比如工作没了，钱不够了，健康失去了，所爱、所依靠的人离去了，我们的内心就被恐惧、忧愁紧紧地抓住，以致我们觉得失望、失败、失落、失魂了。或许也就像门徒那样，在惊惧当中跟亲朋好友聚在一起，想要商讨对策，结果却是措手无策。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跟你说：“不要担心，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有苦难，但在我里边有平安。”你能相信吗？若真能相信，平安会临到；若不能相信，我们就只能够靠自己的能力，独自去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而内心彷徨、恐惧、挣扎，心灵久久难得平安。然而，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像多马一样，不会去相信那些没有亲眼看见的事情。我们会怀疑耶稣的复活，我们怀疑耶稣的能力，怀疑耶稣的爱，怀疑耶稣是否真的会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是有听过很多人有神奇的见证，但是我们心中就是仍然疑惑，很难相信别人所说的是否是真实的。在1957年，美国有一位叫做 David Steed 的空军中尉和他的教练飞机失踪了。54天之后，他又出现了。他讲述了一个飞机故障之后被迫跳伞逃生的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故事。他说，他在将近3个月的时间内，靠的是吃野果为生，晚上是挖雪洞睡觉，一直都没有见到任何的人。最后，他是历尽了千山万苦，终于自己走出了深山老林。当他活着出现的时候，他已经被正式的宣布了死亡。人们对他的故事都表示怀疑，因为在那段时间内，他所属的部队又被派到了朝鲜的前线。当进一步搜索未能发现任何飞机残骸的时候，人们更怀疑这是一场骗局。Steve 就是在疑云重重的情况下被迫就辞职了。接着他20几年的余生当中，都被人贴上了可能是逃兵或者是间谍的标签烙印。有人说他把飞机卖给了俄国人，
有人说他把飞机的零碎运到了墨西哥。Steve 就是带着羞辱，在1965年去世了。到了1977年，一群徒步穿越峡谷国家森林公园的童子军发现了 Steve 的飞机残骸，他的故事才得到了证实。军方就向他的家人道歉，并且恢复了他的荣誉。但是 Steve 的朋友在仪式结束之后告诉美联社说："我真希望当时就有人相信 Steve。"这就很像早期的门徒所面临的。他们后来讲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耶稣复活的经历，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就是不信。今天我们会因为不信，或者是我们信了却常常疑惑，以致有很多事情我们就要靠自己的肉体独自来承担、来解决。因为疑惑，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就会左右挣扎、一筹莫展。因为疑惑，我们就不能够去依靠神来脱罪，而是会被罪所缠绕，难以自拔。因为疑惑，我们的祷告无力，达不到神的宝座；因为疑惑，我们的属灵生命没有成长；因为疑惑，我们就无法支取、享受神所赐下的各种属灵的福气。在雅各书1章6节这么说："那疑惑的人就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所以，我们的劳苦重担无法卸在主的面前，我们的服侍没有主的同在，没有主跟我们同工，我们信心不足，就错过了许许多多属天的祝福。也许这也是因为我们没能够亲身的经历过神，我们又无法用单纯的信心来倚靠神，所以我们就得不到神所应许的那种真平安。就好像马可福音的9章里边有一位父亲，他的孩子从小被鬼附，他也用了许多的方法，始终不得医治，直到有一天他见到了主耶稣。他就求主的帮助，耶稣就对他说："啊，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但是孩子的父亲却说："我信，但是我信的不足，求主帮助。"这位父亲说的是大实话，他相信主能，但是他自己仍然疑惑，信心不足。主耶稣就怜悯他信心的软弱。就出手帮助他医治了孩子，也给了这个父亲一个眼见神迹的经历，坚固了他的信心。这就是主的恩典，让人能够看见、相信、得享属天的平安。第二点，看见就相信，就得享平安。主耶稣是一位鉴察人心、体恤人软弱的主。在约翰福音这里记载，在门徒们从门深锁、恐惧不安的时候，耶稣亲自穿越了房屋的四壁和紧闭的门窗，来到了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就把手和勒旁指给他们看。主耶稣让软弱疑惑的门徒们亲眼看见耶稣的复活是如此的真实，是千真万确的。门徒们看见了，就完全的相信了，以致他们立刻就欢天喜地、欢喜快乐了。这就是主所赐的平安，无论环境还是那么样的恶劣和艰难。今天呢，主不一定是会亲自现身向我们显现说话，但是他却常常借着圣经、圣灵来对我们说话。你如果听见了、看见了神的话，却能相信而不疑惑。这份属天的平安一定能够临到你，就在你心门深锁、恐惧不安的时候，你相信神在圣经里边所说的话，你就会变得欢喜快乐。但是常常也有人说，除非我是亲眼看见神，或者是经历了神迹，否则我总是不信。你以为这样的人所讲的没有道理吗？当然有道理。因为人没有亲眼看见的时候，总是会有疑惑的。
就好像门徒中的多马，主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没有跟他们在一起。这个疑惑的多马就需要眼睛亲自看见，他才能够相信。他就说啊，我非要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相信。多马的信和心灵的平安是要建立在有眼见的确据，他需要有亲身的体验和第一手的经历。我们的主他是参透人心的，他也体恤多马，所以在8天之后，当门徒们再次聚集的时候，耶稣又向他们再次显现，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这时的多马看见了主，他就完全的降服了。他说："啊，我的主，我的神。"这是多马一生最美好的时刻，也是本书主题信息里边的最高潮。疑惑的多马和复活的主耶稣相遇了，他就不需要再伸手去触摸，他就完全彻底的降服、信服了。从此，多马绝对清楚地经历并承认了耶稣的神性。原来啊，与复活的主耶稣相遇会改变人的一切。看似荒谬的会变成事实，曾经支配我们的相信和不相信的规则模糊了，曾经看似绝对的生与死之间的界限也被打破、跨越了。感谢赞美神。今天呢，我们许多人也是需要眼见才能够相信，主耶稣也是会体恤人的软弱，也许也会让我们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去看见、去经历他。他也一直在借着历世历代的这些圣徒们美好的见证，让我们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神迹奇事，而生命改变。在好多年前呢，曾经听过国内一位姐妹传道人讲他自己的经历，他说啊，他热心传福音，短短几年之间就在自己家里建立了一个不小的教会，所以他非常的忙，从来也没有时间，也不愿意跟他的先生到他的乡下去看望他的公婆、小姑、小叔全家，因为乡下的家人他们不但不信主，对他和教会还充满了论断和反感，公婆、亲戚、朋友一大串。每天不是赌博、打麻将，就是惹是生非，常常家里闹得鸡飞狗跳的。他也巴不得离他们越远越好。可是有一天呢，圣灵感动他，要把家里的这个大教会关掉，然后跟他先生一起到乡下去看望、伺候他的公婆。他挣扎了许久，但最后还是顺服了圣灵的感动，把教会关了，然后跟先生回到了乡下。他的公公婆婆见了他也不怎么搭理他，每天就是把所有的家务，包括做饭、养猪、养鸡，还有一大家子所有的衣服都丢给他去洗。他们一家人无所事事，就跟村里的邻居、朋友、亲戚们从早到晚搓麻将。开始的时候，这位姐妹传道人满心疑惑地埋怨神：“我为什么要丢下大好时光，不去传福音，去牧养教会，却大老远跑到这里来做这些无聊又无意义的家庭琐事，服侍这一大帮人，从早到晚就是知道搓麻将，这是什么道理啊？”但是呢，圣灵感动她，就是不要出声，每天认真努力地洗好衣服，服侍好这一大家子人。就这样，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到了他们要离开的那一天，突然间，全村人全部跑来送他们。他们千万般感慨地说："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知书达理，又这么任劳任怨的好媳妇。从此以后啊，他们聚会不要再打麻将了，他们全都要改信耶稣了。"因为他们亲眼看见神的大能是怎样感动造就了这么一位这么好的媳妇，他们亲眼看见了，
也都信服了耶稣的大能。是的，对于需要亲眼看见才相信的人，我们是需要有自己被主所改变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我们需要有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活出美好的见证。我们来看21节这里，主耶稣第二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又说了一句：“愿你们平安。”主总是先问候他们，把属天的平安带给这些恐惧、忧愁、软弱的人。然后耶稣就说：“父怎样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你们。”然后主耶稣就赐下了圣灵。等到5旬节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这些原本充满了自我、恐惧、软弱、骄傲、四散逃命的门徒们，突然就变成了舍己、勇敢、刚强、谦卑又大有能力、甘愿为传扬主道而舍命的圣徒了。圣灵内住，能力、权柄和平安就进入了人心，门徒们从此就不再一样了。今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听见、看见了，就相信了耶稣之后，主耶稣也是要把使命、把权柄、能力来赐给我们。圣灵要使我们有勇气、有权柄去为主而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即便为此要付上今生受苦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因为主耶稣要把那更大的属天的福分来赐给我们。在以弗所书的1章这么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将来在天上还要得基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神的话吗？很多人是要眼见才能够相信，但是在29节这里，耶稣却说：“啊，那没看见就相信的人有福了。”好，我要讲的第三点是未见却信的有福了。看见才相信，那叫接受事实；没有看见而相信，这才是信心。真的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主给门徒指出的一条蒙福的信心之路，就是只凭神说的话，不是凭人的眼见和头脑的理解。因为无限的神是远远超越人所能够理解和想象的。圣经希伯来书11章这么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的确据是从听从神的话而带来的相信和行动。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出去的时候都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而妓女拉合因着信，就冒着生命的危险接待了以色列的探子，结果他不但不被灭亡，最后还成为大卫王的曾祖。圣经列举了许许多多信心的见证人，就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在希伯来书11章13节这么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是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他们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那就是在天上的。”弟兄姐妹，在属灵的事上，心灵越单纯的人越为有福。他们是不需要经过太多的怀疑挣扎，就能够凭着信心早早的领受这属天的福气了。也许啊，你还是会担心有一天发现自己所信的根本不存在，那又怎么办呢？曾经啊，有一位无神论的大学教授，他在台上高谈阔论，证明没有神的存在。在听完他的演讲之后，就有位老太太走上台对他说：“我虽然没有这么大的学问，能够来论证些什么，但是在这些年来，我相信有神，而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喜乐、平安、满足和安慰。即便有一天，就像你所说的，发现没有神又如何呢？”
我已经享受了这么多年的平安和喜乐，我又有什么损失呢？相反，如果生命终结的那一天，你发现真的有神，而且圣经里边所记载的话又都是真实的，死后且有审判，那你又将如何去面对你那痛苦的结局呢？相比之下，就正如主耶稣所说的，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的信仰也有一个从不信或者怀疑到需要眼见才相信的一个过程。也许有一天呢，主耶稣也会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像多马那样的亲身经历，让我们能够亲眼看见、遇见耶稣。我们的生命也许就会像多玛那样完全彻底的翻转了。根据一本叫做《多玛福音》的赤经的记载，后来多玛受主耶稣的差派去印度当木匠传福音，印度王给了他许多的金钱去购买材料、去雇人做工，为王建造一座皇宫。但是多玛却把王的钱很多送给了贫穷有需要的人。有一天，印度皇帝就问多玛说：“我要你建造的皇宫进展如何啊？”多玛回答说：“还不错。”印度皇帝心中有疑惑，就问多玛说：“你所建的皇宫在哪里呀？我怎么没有看见呢？”多玛回答说：“啊，这个皇宫很特别，是要等到你死了之后才能看见。”皇帝听了，怒火中烧，想想自己居然被一个小小的木匠骗掉了这么多的钱财，就恨不得把多玛给杀了解气。但是多玛他已经亲身经历过从不信、疑惑到看见、相信，并深信主耶稣所说的那未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他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向国王解释，真正的皇宫并不是你眼前所看得见的这些物质的东西，而是建造在天上人的肉眼所看不见的永恒的天国里。皇帝听了就相信了多玛，也相信了耶稣，福音就在印度传开了。这个故事虽然不是圣经所说的，但是也是有一些历史的根据。多玛最后是在印度被婆罗门教的祭司用长矛刺死，为主殉道的。印度至今还有一个多玛教堂，这个教会存留到今天，见证了多玛他在印度全心的奉献。疑惑的多玛最后是甘愿为眼睛所不能看见的天上永恒的基业而付上了自己生命的代价。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总结我今天所讲的，如果我们听见却不信，心中就不会有平安；听见就信了，我们必定得享属天的平安。然而，主耶稣也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今天，你愿意凭着信心来相信神的话，成为一个能够得享永恒属天平安和美福的人吗？不要疑惑，总要信。阿门。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你是怜悯慈爱的主。你知道我们心中的软弱，我们常常是不信、小信、疑惑、左右的摇摆。但是主，你是满有恩典、怜悯，又愿意厚厚恩赐于我们的主，我们就恳求恩主，你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在天上有一个永恒更美好的家乡，让我们能够轻看今生这些自战自清的苦与乐，主啊，我们求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疑惑，总要信。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现在就让我们以一首《信靠顺服》来回应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聚会到此结束，愿神祝福您，
欢迎您到网站 www.lovinggracechurch.com 或 YouTube 频道回看讲道、主日学和诗歌，也邀请您扫二维码登录。我们下星期日再见。